头顶不舒服，头顶不舒服，非得在上面旋转，非得在上面旋转，这种非得是，分析人的想法的啊，分析人的想法的，所以呢，一直围着转，一直围着转的话，对，就会让人感觉不舒服啊，一直盯着人在转的话啊，就让人感觉不舒服啊，这个非得是来获取人想法的啊，他获取这个信息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